张牙的。哎呦，几条草鱼大，几条草鱼。哦，这两条草鱼大。哦哟。哎呀，好多草鱼啊！我们现在真的是找鱼。阿勇，这里好多草鱼。对，接着走。全部在这里生生的呢。直播卖鱼。抽牙抽十八分钟的。等一下，嗯，哪里啊？那个草鱼，那个草鱼，你看那个草鱼好大，那条，那条。哎呦，我操！那条，我操！要几斤重的呀？要几斤？哇，那条起码有十斤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嗯，上面就可以拿。哎呦，目前用水没慌。扫鱼。我用手就行了，你不用。等你拿着篮，我都拿着十条了。要拿脚最好，你还拿手了。你注意这个电泵啊，在这里搞那些渣渣，全部堵住那个电泵，水都不上。你看这个管，你看上水了，慢慢的。那个不上了，看，这个看，停了，停了。哎，快拿来！开个车过来。还是告诉告诉几根管们上水。这个看，那堵水了。你看哪个那个管下面那个泵，在那个泵。哦，不要去搞搞那里，一搞那里，等一下全部堵住。小心哦！下面有请我们二哥闪亮登场。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扔了，扔了，哪里扔了不？你去哪里？哪里扔了不？这里看个表脸的嘛。你刚，你刚有个崩门上水了。不要慌，我看那个跳了。这个可能一。哎，我也真的是。大哥，你来这边抓，大哥。这边。走。拿不进。你给拿到哪里？全部都是在这里。啊，东东那里赶紧抓，这里过不去。大哥，你发，你就给我吧，赶紧。啊。这里全部都是。你看上面还是关系的。上面。我把这个是你的孩子啊。啊，丢掉，丢上面去吧。把这个桶怎么运过去的？搞这个桶。太多了，又不能搞伤它。那里搬，有人运搬运。搬运了，来。过去。搬运的来了啊！哎呦。谁啊？听谁？我靠！我这一捞，杰哥，你还没出来啊？算了，别人都抓完了。很多。等一下，每个人看看从哪里能过来下来这里。这个鱼要翻了，这边鱼要翻了。我这里一桶啊，一桶满满的。来，我从这里出去。那个，来个人从那边去接鱼，万一等来这太多了，他们两个我们还不应该笑你呢。快，拿桶的，拿鱼的，拿桶的，快点。哦，来，来这里。来，收鱼的收鱼啊。嗯，速度啊。好多鱼。搞得我都想下去。来，大哥。哎呦，我操！用手抓就可以了，老罗。徒手抓就行了。现在就是用手抓。我要这个大的。
把大的给你吧，小的给我，小的给我。徒手抓你要有个桶才行啊，对不对？拿一个桶来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操！来，你推过来吧。哎呀，那水一推就行了嘛。二哥装点水吧，是鱼。用手抓是吧？来，哎，来，快点来，你还说没过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没过？哇！我这一身，哇！全是大的，我操！哦呦，抓草鱼先，能抓草鱼抓草鱼先。啊，对。哦，标鳞，标鳞要死了。哦。哦。有没有鱼？快点拿盆来。拿盆，拿盆。哈！行了，这本可以了。我手机没了，我妈弄了，来，来，我来，抓不赢，这样抓不赢，划过来给我，快点。我这边也要个地鱼的，早饭递个桶过来给我。桶，别个桶。我操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啊，那个潜水艇。好看吗？到那边去。哦，住了啊，怎么？哎呀，好多脚啊！动！别动！这里啊，这里，那条不能走。哎呀，那边多得很呐、啊，先，你把桶给我，你过去吧，你先过去。动！给我，给我。妈的，人不多，你分三碗，告诉你。好、哎呀，这个，你看那边还有那么多，哎，让小袋子开，我赶紧抓上。先抓草鱼呗，大头十块，先把大头抓了，抓到。啊妈的，这个盆，不要这个盆，要那个。好多。全部来地鱼。怎么那么冷啊？没得说了，拿过来，现在。
两块来。差不多还在传了个盒子。传两个。放进去吧，来这个。干嘛？直接给这个。干嘛？算了，算了。直接了。那里面有条小的。大了，两只狗。一个大的，那个拿来装小的。大的。我这个到这个是这个里面吸的有点多。搬鱼、哦！喂，大丰收啊！哎，鱼儿大了呀！这个就是抽了，到底才知道很多是吧？啊！我都搞了上百斤了。你拿个篮子来给我。哎，这旁边呢，好多板呢。我看过了，没用了。见完了。还没行，大头鱼哦。不敢过，够了，没用了。拿肚里面啊。不用去锻炼了，马哥，砰砰砰！这马术，砰！马哥，你后面那一条好大，我操，这条草鱼，草鱼，很大，真的很大，起码有十几斤。哦，我眼睛被水打的。还有没有干的地方？有啊，都在中间。来，搞走，我拉开。来，马哥。哇靠！哇，马哥。妈，我就在这里。把那些小桶丢过来。妈的，这个。先这样子吧，我们先拿刚才二叔不是拉了一车鱼回去，拉了一车鱼回去嘛，太多了，真的是。现在这里啊，最少还有两三千斤，抓不完的那种感觉，全部浮在那里。之前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鱼，因为不见水在动。想到有那么多鱼的话，要慢慢打，现在就要抓紧时间，要不然这些鱼都要完蛋。我们这个视频先这样子吧。休息一下，等它装好水，然后等马上过来再重新抓过，咱们下去，再见啊！二哥，那两条草鱼大大的在那里，大大的都没有用，你现在不能抓，没有水在这里。现在我走都不敢走。